9日下午综艺节目 Lonely Day 在首尔举行制作发表会，包括卢洪哲、Lady Baby、Eileen、韩慧珍和许志雄出席记者会。这是一档新概念的时尚谈话性节目，透过嘉宾带来要型的衣服，传递最新的潮流资讯。在第二季开始加盟主持人的 Eileen 想要邀请的来宾是谁呢？저희멤버다같이출연하고싶어요왜냐면제가빨래를좋아하는데꽤하고있으면은막세제를사오거나섬유유연제를사오면은되게신기하게쳐다봐요저를 왜막되게막행복하게오니까언니왜그렇게기분이좋아요그러면아나오늘세제오늘이거섬유유연제이거랑이거랑이거사왔어이렇게하면은엄청신기해한단말이에요그런거를좀같이느껴보고싶고좀알려주고싶어요韩慧珍更是隔空喊话，邀请钟南神上节目。뭐저는아닌데저희프로그램작가님이개인적으로박보검씨를굉장히원하고있습니다박보검씨바쁘신가알겠지만저희작가님을강력하게원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뭐아이린씨랑같은소속사인데뭐제가다른프로그램에서도말씀드린적이있지만아이린씨가조금이번기회에힘을쓰셔서시우민씨를꼭저희프로그램에모시고싶습니다制作人更是野心勃勃地表示最终目标是邀请 GD卢洪哲也代表赞同 GD 좋네요예노래가생각나네요영원한건절대없어 GD 도지금나오면너무좋을것같아요지금너무좋잖아요예빨래감엄청많을텐데그냥빨고죽었으면좋겠네요